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dit Crypto。如果你是订阅制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。你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地步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确保这并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加入市场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MyBTC。现在我们在他们的网站是 MyBitcoin.org。所以你们 MyBitcoin 是一个社区驱动的、公平启动的 DeFi 项目，建立在Binance Smart Chain 上，MyBitcoin 为 Binance Smart Chain 生态系统带来追逐革命性的刺激。这是是由 MyBitcoin 代币这个转去比特币。MyBitcoin 是变成链上的一个意识唯一的比特币方式代币。MyBitcoin 是一种具有独独自动生命功能的比特币建立代币。比特币建立会直接发送到侬的钱包。你所有做的技术和 MyBitcoin 并没小说赚取比特币建立。仅通过持有MyBitcoin 赚取免费比特币。只需在您的钱包中持有 MyBitcoin 代币，您就可以在他人进行的每笔交易中赚取免费比特币。现在你们看，有设备放置在旁边，有自动支付比特币，有每60分钟放进入机制，内置防备转数对数，自动流动性四种流动形式，每笔交易的4倍分之要具有在 PancakeSwap 上自动上更多的流动性，它又具有创造一个价格底线、稳定性，并为 MyBitcoin 持有者带来最大的生气力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 tokenomics。在这里，他们的他们有锁定流动性，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有49.3%在锁定流动性，这个是35.4%，具有预说和。然后有烧毁、有水、有树上有10.3%，然后有正版和可动5%。所以你们又在这里有新的最大供应链，到目前为止最大供应链为11%。燃烧了10%，因此 MyBitcoin 的供应链要向你确保通货膨胀得到控制，然后要锁定流动性，要适合发布的35.4%和100%的流动性锁定意味着开放。尚无法从 MyBitcoin 中提出流动性，然后有更明显的代币经济学，每笔交易的10倍分钟被采取并重新分配4分钟，
给比特币中的每 Bitcoin 持有值四倍放中，给流动性是二倍放中，给开发营销一切部门有你的知识团队了。现在你们可以买，那你们怎么可以买这个买 Bitcoin？你们可以用 MetaMask，然后你们可以用Trust Wallet，你们可以看看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没什么。所以你们现在我们去看看他们的 Telegram，我们可以看他们有4000人。没事吧，没事，这是新的，所以没事吧。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 Pipe 数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BitPipe 数中有很多内容，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自行查看，你们可以更读这个把 BitPipe 数给你们，没事吧？所以你们，我觉得只是我们可以看看他们的 roadmap 现在。3个月前，MyBitcoin 平台两年，我们准备了主要功能并完善了研发，收钱有数，所有处置的 BNB 都用有记住我们的律动是参与这一数十价格分配代币，并相互。我就要飞的好数，然后在2021年7月12日，MyBitcoin 去什么？MyBitcoin 上市，MyBitcoin 代币正式上线，100%的流动性将被缩短4个月，然后16日7月，他们买 Bitcoin 代币本机的 Coin Live Watch Track，由 Coin Live Watch 的合作伙伴关心网上。然后30日7月，他们最终伙伴关系由最终网站 CoinGecko CoinMarketCap 合作。然后有现在的社区营销社区营销与宣传项目，更高更新将添加到日新月异中。所以你们，我觉得只是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，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推特。还有我们的，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早已好知己。